给你。哇，这个是小礼物耶。小火车。啊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要把它放起来。妈妈是这个。嗯，那个是小礼物耶。那我打开。那个是爸爸妈妈你开好不好？嗯，这个是你的袋子。哦，这要装小火车的，不可以让不见哦。啊，是我要玩。让我们去拿刀片，我帮你拿刀片。你可以用刀片吗？不行，不准拿刀片。好，来，我们来，你坐好。好，哇，这个是小火车耶。哇，小火车很多个耶，哇，有这一个，再拿出来看一下，哇，有两个，有三个，哇哇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嗯，这么多小火车，哇，还有没有？哇，小火车照片，这是小火车耶。嗯，你看小火车的照片。我看，这是小火车的照片。哦，嗯，要收起来了。这是泰鲁格号，这个是给你认识的。啊，这个是泰鲁格号。啊，他的家要收好哦。啊，还有什么号？给他拿出来。哇，这么多小火车耶！啊，这是世界铁道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给他拿出来排队好吗？你看他在笑。你这样会小心，放在桌上开，你这样弄会摔坏掉。要打开就这样打开，在桌上开。爸爸。嗯。哇。妹妹。你可以这个给他围起来，这个要收好。你看这个是高铁漆。700T，嗯，很多小火车耶。